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小蜜蜂程程。看我和我妈在这干啥呢？我们今天又包饺子吃，和的馅儿老香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这个木耳就是怎么样泡它口感最好呢？就是先用温水泡，泡开了之后放在这个电磁炉上煮，煮个2分钟左右吧，这样口感是最好吃的。泡完之后给它洗一下，然后放在这个搅馅儿机里给它搅碎。对，这个木耳哈就得现吃现泡，不能长时间的泡。对。黑木耳小白菜馅儿，然后加上猪肉。我妈调这个饺子馅儿是一绝啊，特别香，闻着就香哈，特别香。包饺子揉面是个，我觉得是个技术活啊，但是我现在是揉不明白。上次我师傅我们家包饺子，我师傅不是没捞着吃嘛，然后这次我妈说多包一点，然后拿到景区去，给我师傅吃。然后给顾经理和嫂子也尝一尝，尝尝鲜，尝尝我妈的手艺。你都夸你包饺子好看。专业包饺子，一看就比较专业。然而包饺子炫的馅儿还多，我炫馅儿也多，但是包的不是这样型的。煮饺子喽！看这些，这边还有这些。还有这些，包了这么多，可够吃的。然后我爹在这儿整蒜酱呢。然后我把整的这个蒜酱，我放在这个装蜂蜜的这个瓶子里，拿上去吧。拿的蒜酱、饺子，然后我师傅爱吃的香醋，咱们肘着，我拿袋儿。给狗添点水啊，你一会儿给黑豹添点水。我到了。师傅，来接我一下。哎呀，你今天挺帅呀。咋样？倍儿帅。穿什么这牌那牌的，就不是这。就送那会儿说是送啥好吃的，还保密。饺子，哎呀，好吃不如饺子吗？我那天你挺上路了，我发现。那天我一
我一点你一下子就马上就给办了。咱能差事儿？对呀、啊。是正好不知道够不够吃呢。我上午去采蘑菇去了。哎，你穿这身迷彩服确实挺帅的啊。这是陆军的，我穿我们空军的裤子。这家伙这整这一大堆啥馅儿啊？你尝尝就知道了。我尝尝。那你吃饭怎么还带饭呢？让你尝尝我妈的手艺。小蜜蜂，你太讲究了。对你师傅太够意思了啊。黄黄，黄黄，嫂子。哎呀，嫂子又做好吃的了。就我们上午去上山采蘑菇去了啊，然后这不是想着中午这嫂子看我跟玉皇老板长啊，玉皇蘑采的玉皇蘑，哎哎，挨打了。玉皇蘑啊，就我们上午上山采的。玉皇蘑老新鲜，哎，就像我跟顾大哥，这是纯野生的，那肯定的，这是咱们西湖的，太棒了啊！都山野上啊，那还有啊，这是我师傅和顾哥，嫂子你去了吗？和顾哥上山采的野生玉皇蘑。哎呀，真新鲜，嗯。这个是我们村的。你们村的啊？他这这是小的时候，小的时候我见过，都是自己人。对，都是自己人，看到没？这要火吧，这小伙子啊，要火，要火。来，咱们尝尝蜜蜂。尝尝，嫂子你尝尝我妈做的。嫂子出去，我们也跟着你三里屯了。哎呀，咱筷子还没用，尝尝这个馅怎么样啊？嗯，吃饺子，东北说的，最一家人在一起团圆也包饺子啊，最亲近的人呢包饺子，对对对对，那个虎兄弟，你在小蜜蜂家里的位置和地位，那必须不言而喻，白菜馅染的啊，能吃出来是吧？小白啊，小白菜馅和木耳，对，哎，搁点木耳可行，别绝了，嗯，真香啊。怎么样？嗯，嚼个觉得少口点啊。嗯，你吃了没有？我还没呢。哦，你我以为你吃了。没有，我看没人让我呢。那俩都是三野菜。三野菜对。前面那回拍拍那个猴子菜。猴子腿儿。猴子那个，出场那个晒的晒干的。那回去拍一下吧。嗯。不一定认识那个。猴子腿晒干，茄子。哎，这是啥？这是啥？这是那个芹菜叶啊，芹菜叶啊，芹菜叶，就是我们上午那个采的玉皇蘑，来一碗尝一尝，这个山珍，一会儿拿点啊，那一大兜，不用，你留着搁这吃。